是云十六号出席品牌活动，别看她一身酷酷红一样，说起宝贝女儿，还是满满变成新手妈妈的喜悦。哦哟，超快乐的，对 ，I mean it's the happiest moment of my life。女儿25号就已经一岁了。对，真的好快哦，已经一岁了。当你那时候有说你有在计划，就是帮她办一个派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一直好像2个月前就在计划，我觉得做这些东西还蛮累的。之前都会就是可能帮 Sunny 去过生日这样子，对，现在就没有了，现在就是我的家的，有没有？女儿现在是唯一家庭。对对对，因为我那天也是去一个朋友的生日，然后是他老婆帮他办的，然后他就还在那边帮他切蛋糕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去年我在怀孕的时候好像也是我，对，就是我会帮Sunny这样子，然后今年就没有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因为你还没生小孩，我说可能就是 the last year， 对对对。现在小女生比较喜欢粉红色，但你的风格比较……可是我会帮她穿很多粉红色的，因为我觉得是小孩子就很可爱啊。OK， 可以可以，我会为了她穿粉红色，大粉也可以。为了女儿，果然什么都可以啦。